上古时期，彩云大地初开，六界应运而生，各处一方。说起小仙我待的这地界，那可是六界之中啊最为显赫之地，便就是位于这彩云之上，如今的六界之首，至高无上的天界。咱们这天界呢，可谓是众仙荟萃，百宫云集，各路大神各司其职。这其中啊，那当然少不了小仙所当值的姻缘阁。这天界的姻缘阁，那可是鼎鼎要紧，掌管着六界所有的姻缘之事呢。哎，俗话说得好，郎情妾意须搭桥，金童玉女靠牵线。每天我们这些姻缘阁的小仙，会将来自六界各处的求姻缘奇缘。小祥子，小祥子，小祥子，叫祥云，祥云，祥云，这好端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怎么你一叫就成了凡间的小太监？小，祥云，不好了，红仙翁又哭了啊！你不要哭了，翁翁。七日内，老朽若是再不能把出宫仙君仙的姻缘只有就怎样，就拆了我的姻缘阁呀！这怎么能行呢？我们姻缘阁可是肩负着凡间有情人的殷殷期盼，怎么能说拆就拆呢？到底是哪个宫的仙师啊，竟然如此嚣张，欺负到我姻缘阁头上来了？看祥云不打断内司的狗腿，给嗡嗡讨回一个公道。好仙神君，好仙神君，嗡嗡也是该动失些了。神君这日理万机的，难免说两句重话，嗡嗡又何必往心里去呢？啊，这出空仙君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只听说过他3万年前亲手斩杀了魔头沧海，忽悠六界安宁，但小仙从未见过他的真容。嗨，别说你了，很多人都没见过，上古大神神秘得很嘛。可怜红仙翁费尽心思为他牵红线，3万年了，他竟一门姻缘也未接受过，就连情缘也几次都被他躲过去了。果然是这个姻缘老大难呐。哼，可是君下了铁令了，这姻缘阁要拆了，老小也不要活了。哎，嗡嗡，要不这样，你们考虑一下，跟我学写命簿，我们转命四个缺人。你，我失职，我相信我被关牵挂呀。哎呀，嗡嗡，您别担心，这件事儿小祥子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。其实这是个小祥子，你一直是聪明伶俐，哎，我就觉得你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小雨。
我就试试。好嘞。上古时期，3万年前，有摩罗、麒麟、地修三大神族鼎立于世。其中，摩罗主君沧海，因有无上神力，被尊为六界之首。然而，天降神谕说这沧海女帝终将沉魔灭世，六界生灵涂炭，危在旦夕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位气宇轩昂的英勇少年从天而降，与魔女沧海大打出手。少年不惜牺牲自己一半元神之力，终于将这魔女沧海一举歼灭，还六界安宁。我刚刚所说的那个翩翩少年郎，就是咱们今日签订情缘的男主，也是这天上地下最顶尖的人物，麒麟黄翼，六界战神，出空仙君。禀报护法大人，终于找到上古神器女娲石了，此时就在天界，只要我们夺得女娲石，就有机会复活沧海帝君了。护法大人，我们随时待命。随时待命。天界杀我帝君，屠我子民，将我摩罗神族视为六界的祸害，而今沧海帝君神魂将归，3万年了，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3万年了。神君，摩罗族来势汹汹，恐怕只有战神亲自出马了。
初空为了修复元神，此刻正在闭关，若要让他强行出关，只怕会被反噬。可是如今天剑危在旦夕，众生安危皆系于仙君一人，我们不能再等了。记得住在这儿啊。景莲啊，本座不过小睡片刻，你便将这天界搞得如此热闹，还真是愚不可及，少废话。
前。难道他就是战神出空仙君？天降神谕，千年以内沧海复生。沧海复生，真的假的？神君，若转明司没有算错，天降神谕，六界恐有大难。神君，三万年前出空仙君虽亲手斩杀了那魔头沧海，却也因此损失了一半的元神，还丢失了那一战前后所有的记忆，可谓是代价惨重。此次仙君闭关失败，元神受损，再加上与那景莲一战恢复越发滞缓，以战神如今的神力，恐怕这千年不过弹指一瞬间。即使如此，这六界灾厄岂不是近在眼前了？可是好啊，诸仙不必担忧。即便那魔头再度复活，本座也有信心将其再次斩杀。既然如此，众仙卿何必如此杞人忧天呢？我仙界有战神出空，何惧那魔头沧海？如此，散了吧。出空，三万年了，你用尽了各种办法，可元神还未完全修复，这九九八十一难，唯独没有情节。情节，本君知你最忌男女情爱之事，但眼下只有这个方法还未尝试。本君已命姻缘阁为你签订情缘，若能渡此情劫，或能帮你修复元神。神君放心，出空不会让六界出事。出空啊，兄长还是担心你。祥云，温温和李天王可担心你了。我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刚刚那个黄毛小子真是六界战神出空仙君啊？不是说他是上古神仙，已经有五万来岁了吗？听说仙君驻颜有术，说明他术法深不可测。真没想到这风干了五万年的老腊肉能保养得那么好。你真要给出空仙君和英氏公主牵红线吗？那上次嗡嗡说的话你又不是没听见，我们若是再不能给出空仙君签订姻缘的话，我们姻缘阁可就没了。只可惜了我那女娲石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就离我而去了。与其心痛身外之物，你还不如赶紧想想如何签订这情缘。仙君这神力，兴许你刚近身就被咔嚓。你又在想什么馊主意？你可别再胡来了呀。这做好事怎么能叫胡来呢？我们只需对嗡嗡保密即可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祥云，祥云。
爸，干嘛你？你幼不幼稚你？你居然敢偷上古神器，这可是你们镇阁之宝呀！红线翁要是知道你动他宝贝，准又要大哭大闹了。哎，对付上古战神，自然要用上古神器啊！我都听人说了，即使再没有可能、再没有缘分的两个人，只要牵上这牵丝引，定能为他们牵上一段牢不可破的情缘。上古神器。既然都到这儿了，小王，好歹帮你长长眼。这玩意儿有问题。啊，有问题。我刚他，哎，出空仙君何时最松懈？这你总该知道吧？你可以去晨星台碰碰运气，那是天地灵力最盛之地，仙君偶尔会露宿晨星台，吸纳灵力，修补元神。仙君吉祥，姻缘阁的人来晨星台做什么？小仙啊，是来报答仙君救命之恩的。哦，是吗？仙子报答救命之恩的方式还真是有趣啊！刚才仙子就在本座身侧，若非本座阻止，仙子想干什么呀？小仙想……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敢在本座身前放肆！仙君饶命！仙君饶命！小仙冤枉啊！小仙不过是看仙君形单影只、孤单寂寞，所以小仙想为仙君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，才会想要为仙君签订一份美满的姻缘。至于刚刚为何差点触碰到仙君的神颜，是因为小仙觉得仙君有些熟悉，有些久别重逢的感觉。熟悉？嗯。站起来，给本座把头抬起来。终于找到你了，小云。
签订本座情缘，罔顾天规，亵渎神威。跳入故障之中的红尘锦，若是落入鬼界，无解，那可是极有可能殒命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便是落入无界鬼界，也不能让你拦截。我，你别打，我可真的要跳了。那你便跳好了。仙君，我突然深思熟虑了一番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，我可以解释解释。嗯，其实没有必要。啊，本座的仪式引你绝不能有失。啊，
要消除他的忌。嗯，走，忘了仙家历劫，先发解释。嗯，看来得多拍点马屁才能留住我这条小命呢。仙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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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，一边去，别靠近本座。别跟着本座，本座要回去。待着别动，本座拉你上来。来的就好。所谓历劫，凡胎死，仙身归。仙君莫怕，小仙定会誓死保护好仙君的。哎，你得走开，不要坏本座好事。走开。放心，小仙一定不会让他们伤害您的。你给本座。仙君，滚！不要，滚远点。仙君。捣乱啊！诸葛将军，乖一点儿，不必逞英雄。表忠心的机会就在眼前，嘿！将军，你现在总该相信小仙的赤胆忠心了吧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待本座回到了天界，再跟你算账。本座不要形象